你喊话我们干嘛一起待在这个里面啊？他顶到弟弟的。弟弟了，旁边这个推车就已经有用了。这个是人的还是宠物的？这是人跟宠物都可以。小朋友你最多可以坐到四个，或大一点要可以两两对坐。两两对坐，我可以坐吗？它里面有椅子吗？里面有椅子，里面有椅子。里面有椅子。对，如果我们两个坐在里面，它会垮掉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里面有大人就是坐，它是有椅子的。你看它，而且上面为什么写个 Beauty One？ 哦，这是客制化。Oh my god， 有 Beauty One， 你要不要坐坐看呢？可以吗？对啊，客制化。可以吗，老板？不知道，你应该可以进得去吧？我看我们两两对坐，你推我们。我怕会垮掉哎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坐大人，要跨进去吗？跨。没有门，没有门，就是因为他是抱进去的、啊，对啊，因为小孩是抱进去的，然后他，但你好抱进，那我可能要先把这个拔起来，哦，他可以，对，他是可以拿起来的，然后等一下再可以这样，对对对对对，哦 ，OK， 对，嗯，快掉了，垮了你就赔我就好，反正你那么有钱，这才多少？来来来，让大家猜，让大家，你看没办法认识第二个人呢、啊，对啊，怎么确定？那我把这个拿下来，他说可以两两对坐，这样推得到吗？不会很荒谬吗？有没有卡？有没有裂掉的声音？没有没有，应该是可以了。哎，好像好像蛮盖住的，要这样算强，坐得下去。我后退一点，我后退一点，我后退一点，我后退一点。我后退下去，我一坐就会把它顶到，可以顶它。不会啊，不会啊。我要出发了，我膝盖好硬啊，我的膝盖不舒服了，膝盖不舒服。你们两个大人为什么要坐小孩？啊，完美！他可以让我们遮阳吗？遮不到，遮不到。可以耶，好强！蛮优雅的耶，这台很稳哎。我要回回来。你们现在在估价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小姐不惜，对对对，小姐不惜地出外景了，以后就推这台出去。我被车退了。我们觉得太阳好大，可以帮我们挡吗？太阳很大是不是？太阳很大是不是？妈妈，妈妈，太阳好大。妈妈立刻帮你把这边遮起来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哈，太阳很大，立刻帮你把它遮起来。妈妈，这太阳好大哦。我头顶乱了呢。不会不会，好了好了，两个多好哈。妈妈，我妈妈我头无法直立。因为你们两个讲太快，你们两个讲太快了，你们两个讲太快，吃太好了，有没有？妈，你看，你刚好吃力哦。妈妈，我感冒。你感冒？你感冒？我们干嘛一起待在这个里面啊？打开的，打开是不是？我很怕顶到弟弟的。弟弟有，弟弟有，弟弟有。我不知道弟弟有。弟弟有弟弟啊。哦 ，OK OK OK， 应该是我先起。你先起来。好，我先出。小心小心，你先出来，先出。哎，他可以带两个大人呢。这个够稳，大人。然后他的推车，他的刹车就在后面，所以你只要这样子一踩。它其实就很稳。既然这一集呢，我们说盘子嘛，所以我们来猜猜看这一台要多少钱呢？我们五位朋友们，哦，大家开始猜了。36万8。36万。36万。这个有Beauty One，130万要装引擎的，客制Beauty One。所以36万8是你觉得它是客制化的关系？对，客制化，而且我觉得这个才适合它的身份。等等等等。130万，对，130万。写什么啦？写什么啦？因为我觉得它是柯林斯定做的，而且就是客制化，然后上面还要写。谁会买这个？买手表了，买这个。因为我觉得思嘉姐就是很浮夸，很花，应该会花这个。如果是这样规格，然后又客制化，8到10万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，哎。真的假的？我比较节俭，我觉得5万左右。我也觉得5万块，4万以内。但我觉得客制化这么大牌，我也觉得5万以内，一定要5万。四万很崩了吧？4万，3万。可是它是客制的耶。它如果25000，我可能会买。哦，惨了，价值观也有问题。我觉得你们落差很大哎。我觉得你们都要去上心灵的课程，你们的价值观都有问题。对啊，什么意思？是他们有问题，还是我们有问题？你们大部分人都有点问题，所以我们觉得四万已经很崩的了话，是对的吗？这一台客制，这个台湾厂商真的很佛心，我买这一台200。元，200块，元，200块吧。那太佛了吧？跟你们说，2万多。哇，你看吧，你真的很可以买，太便宜了，我要去买，超可以买的。是可以买，我说25000哎，对啊，你好近哦，是不是可以买？